很热。等一下我们要带亚瑟去游泳，新店那边有一个狗狗游泳池，不知道他会不会怕水。去游泳哦，亚瑟。哇，好重的屁。狗狗游泳池。组装备中，来介绍一下吧。我们现在已经准备要下水，然后这水下就是狗狗可能会大便，然后大便就会主人就会直接把那大便挖起来，就会有大便残留。如果你要跟狗下来，就不要怕这些，好不好？准备好了吗 ？Go。好棒哦！好棒哦！然后慢慢来，好，慢慢来，走，好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好厉害哦！你怎么这么厉害？慢慢来啊、哦，嗯，好，慢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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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怕，不怕，不怕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长得外星人哦！你是小鲨鱼吗？小外星人，小外星人，好可爱哦！我们现在要帮他找适合他的救生衣。红军鞋，坐在这边，在水里面就没有了。他要出去，你就放他出去。一罐水器，他就觉得慢慢调整。有的开头会很紧张啊，有的他有觉得没意思，慢慢调整啊。我们现在要带亚瑟第二游。刚第一游失败，他很怕，然后穿救生衣，看他会怕吗？哎呦，你有在练习哦。有在练习，他手在滑。在这你的身上我看到了。好好笑。你在练习是不是？再来，这边这边，马上，不是这个，你要专心，马上。好，你上来，上来，可以上来。终于得救了，是不是？得救了。完成，我们要去吃饭了。我是走。耶，亚瑟今天游得好棒哦，好棒哦，好棒。